我留意到咧，羅冠聰佢就係話啊，有呢個係美國總統拜登邀請佢出席民主峰會，因此咧而感到榮幸。一個人出賣自己個國家係為咗外國嘅政治目的，呢啲咧就係、是、現代嘅漢奸。現代漢奸羅冠聰因為出賣國家沾沾自喜，我覺得佢應該感到羞恥。